连平岛人会影响设备老旧损坏情况，导致许多课程活动办理时都相当不便。有感于老人会服务长者的用心，县院参谋也开立配合款协助换新音响设备。延平老人会目前所有啊，咱的时代总共有138个人啊，吼，会使讲嘛真正多。延平老人会的活动嘛办了真多啦，吼，真丰富。啊，所以咱的时代来个侪拢真正欢喜，又加咧，只有他唱歌，啊，佮有他跳舞吼，啊，时代人拢真期待讲，啊，来老人会再上课啊。咱理事长吼，都来甲孟儿反映讲，因的音响已经歹去啊吼，孟儿马上来用建议款吼，来给做一个换新吼。延平老人会受到县议员蔡孟儿许多的协助，此次除了换新音响设备外，后续也将换新电视，让长者能有完善的设备可以使用。因此，理事长林采乐对于蔡议员的用心也十分感谢。我是延平老人会啦吼，啊，阮的音响吼，都拢哦，真久啊，十多年啊，不堪使用啊吼。啊，这个蔡议员哈，蔡孟儿议员哈，哦，给我们配合看哦，足好啊，对阮家哈老人会真照顾安尼哈，啊，给阮换这个音响啊设备拢换新的哈，阮的电视嘛拢歹，啊，这边嘛要搁给阮装这电视哈，啊，议员哈对阮老人会吼拢真照顾哈。啊，感谢议员哈。县院蔡孟儿认为延平老人会对长者的服务相当完善，感谢理事长带领团队的用心，也很荣幸能够协助老人会来发展经营。啊，看到这时代在这里跳舞吼，大家拢跳个真正欢喜，尤其嘞，哪跳是哪少年哦。我真感谢讲这个理事长以及咱前任的理事长，对着这个延平老人会用心啊，和咱这时代，大家吼来个这，来个咱老人会这吼啊上课，还是讲来这开会。啊，这个环境拢创个真正舒适，啊，直接要特别来跟感谢。议长何胜峰肯定蔡议员对老人会的关心与协助，相信借由音响设备的改善，长者们在此进行各项课程活动时，必定能够更加方便舒适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